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节目的开始，先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四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苏琴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严老师；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欢迎于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要分享他们的人生智慧了，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结婚快十年了，一直是我在外边挣钱，他负责照顾家。我感觉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跟他沟通了，总是跟我吵架。他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有什么事也不问问我的意见，什么事都得听他的，根本就是把我当成了一个保姆。他现在对我没有以前那么上心了，我最近压力特别大，希望他能主动为我分担一些，让我能够缓一缓。结婚这么多年，都是我一直在照顾他，在照顾这个家，他看不到我的付出，竟然还要埋怨我，我真的很委屈。有请这对夫妻，有请。洪先生34岁，来自河北，建筑供应商，有请。刘女士35岁，来自河北，全职妈妈，有请。欢迎两位啊，可以啊，结婚十年哈，俩娃的妈是吧？对。还全职是吧？对。厉害了，要不然俩孩子也管不住啊，对吧？很难管。特难管哈。嗯。很难管也没这么管的呀。这你着什么急呀、啊？你又不管，今天怎么了？要来抱怨是吧？反正总吵架，找你们评评理吧。啊，总吵架，所以要评理。行了，接下来 你说吧。你看我这个工作关系吧，我总不在家啊，确实是家里边我没有做到很多，我承认、嗯。那我也为了家嘛。是啊。你说他在家把家照顾好了，反正就是他的责任吧，就是他的工作吧，好吧。这么说可以。啊。然后你说我老大8岁了，老二3岁了，嗯、该上幼儿园了，送到幼儿园。第二天老师给我们打电话，你们孩子肚子疼。我说肚子疼接回来，赶紧我们就赶紧上医院检查嘛。嗯，检查医生说没事儿，没事儿就接着送吧。又送了几天，可能是偶尔换个环境，孩子不适应。嗯，上火嗓子有点哑，他就不干了，不送了我们啊，我们孩子不能吃这苦。其实我侧面我也问那个，包括老师，老师见的孩子多呀，我也问过老师，问过医生，我们孩子身体没问题，还得有适应期，你得让孩子去适应。我们这位不送了，拖一年再送，孩子拖一年，上学就晚一年呢。我跟老师也沟通了，本身我们的孩子啊生日小，12月份出生的，我觉得晚上一年也是可以的，因为有的家长还故意让孩子晚上一年呢。孩子他接受不了，他确实是去了2次医院，他确实是不想去，而且他每一次去的就是上一次火，那我肯定会心疼孩子呀，那就晚上一年，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也心疼孩子，问题你太溺爱孩子。主持人您知道吗？孩子送里边上幼儿园，他拿个小板凳门口等着，一坐坐一天啊、哦。老师人都纳闷儿，那不是为孩子的一种办法吗？我就跟孩子说，你这么不想上幼儿园，我说妈妈想了一个办法，我说那个你上幼儿园，你进去完了，妈妈呢在外面等你，等你出来的时候，第一眼会看到妈妈，这样他也会去。老师都没见过这样家长，您知道吗？你这啥玩意儿？不是，这充分说明人家对孩子上心，你不要否定。太溺爱了，你知道吗？啊、他这样永远把孩子搂在怀里边，孩子永远不会自立的。啊，行。他有点对我们老二太严厉了。我们老大8岁不是分出去睡了吗？然后这老二啊，他就跟我们两个睡。然后他这次就是看孩子不上园了，完他就说，他说你让老二跟老大去睡吧。老二肯定不习惯呢，晚上也会哭闹，我就去过去哄哄孩子。这时候他又吼我们说，你就应该让他独立了。你就跟他姐姐一起嘛，他也不是没有伴儿。他老说我对孩子不好，那是我亲闺女，我喜欢他都不行了。你问题是你喜欢他，你不能他喜欢我再溺爱，好嘛？孩子永远都成长不了了。你才管多少啊？你总在外地，孩子不都是我管吗？我出发点，我想让孩子更好的去适应这个，包括以后未来的幼儿园生活、小学生活。行，没事。我的出发点是这样的，你说他老不理解我，你们家老大也这样吗？我们家老大呀，当时跟我母亲时间长，他那个时候上外地，偶尔照顾照顾我。明白了，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俩孩的妈为什么到二孩的时候上幼儿园会搞不定嘛？那我明白了，好多事儿也就迎刃而解了。行了，这事儿就挂在这儿吧。部分跟教育有关，核心跟夫妻关系有关系，
对，接着说，还有啥事儿？你看，比如说我这行业前景这几年越来越不好了。嗯，他怀老二的时候啊，我就回来了。嗯，我就说孩子越来越大嘛，我压力也越来越大。包括他也跟我说，哎呀，我看孩子看够了，我要出去工作。当时我心里边很高兴的，那是好事啊，他能替我分担一下家里的压力啊。我说是这样吧，托我们朋友的那个这个关系吧，嗯，我礼都送出去了，又请客又吃饭又送礼了，是吧？给他找了一份文职工作，我也怕他没接触过社会这些年。文职工作，你说上班晚呢，下班早，嗯。两边都不耽误，我说你就好好的上个班啊，挣的少点无所谓，哎，咱们锻炼一下也是好的。结果你说老先生饭喂到嘴里了不吃不去，告诉我我害怕，我怕干不好，就是不想去，我就是一时的接受不了，因为我已经这样的模式很多年了，嫁给你十年我从来没有出去工作过。那你得去尝试吧，他不尝试他怎么就跟我们老二似的。孩子，我孩子那头可能是放不下我，或者是说我放不下孩子，然后就是 不去怎么办呢？啊，不是也表达了要去工作了吗？ 那我自己也想了一个办法，现在的人不都是因为用一部手机就能挣钱吗？然后我为了既能照顾家又能照顾孩子的，然后我用手机干了干微商这样的，整一屋子囤货呀，卖治疗仪。我说那玩意儿我不懂，这不管他什么，我就问结果吧。您这微商大概率应该是赔了吧？不算是赔，但是就是货现在都在家里，对吧？没卖出去，但是一个月能卖那么一单几单的，也算是不赔钱嘛。就行吧。就是您现在到底赚了还是赔了？这买卖做的微商，说赚了赔了。嗯，就是也没压太多货，反正就是在家里。不是你买货那些款回来没有啊？一半吧。反正压那还赔了50%嘛。行，这也算摔打和历练，没关系啊，慢慢来。他问题是他那个好工作，过那村没这店了。你说多少人看着那工作呢？我给他等于，哎呀，不去。不去，你不也没办法。行，你接着吐槽，还有啥？还有就是，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挣多少钱，大钱我也是看不见，过去都是交给你的是吗？他就是平时给我点生活费。不是主任，我家钱全他管，我挣多少钱全数交给他。确定吗？原来以前是。我为什么不给你？你不知道吗？啊，我原来全交给他，后来他怀我们老二的时候啊，自己想干个小买卖，看上一个店儿，想盘上过来。我说那店我去看了，那个店的就是地理位置啊，客流量都不行，赔不赔钱我不敢说，肯定赚不了钱啊。我说别干了，但是他怀着孕的，我不敢生，跟他俩怀老二的时候是吧？对，所以说我就哎呀，我拿他没办法，我也不敢生说的。这种我父亲我爸听说这事儿了，我爸说你想干啊，我爸出资让他干的，结果干了两年啊，打水漂了，我连声都没听着啊。所以从那以后我是不敢给他大钱了，我怕他再有这个什么做买卖的想法。我说每个月给他3000块钱生活费，我够你花的，他且花不完的，我够你花的就行了。是这样的，我不敢交给他大钱了。行，没别的事了啊。所以说他还有啊，哎呀，气死我都能说吧。你今天把他都吐出来，让我们听听。反正我在家地位也不如原来，我可能挣的少了。啥意思啊？不是挣的少了吗？可能是，然后我在家地位也不如原来高了。啥叫地位不如原来高了呢？就是不够重视我的。啥意思呢？你看啊，原来是我喜欢吃啥他做啥，现在属于是他做啥我吃啥。哎，行，吃的方面也行。回来之后你说那我原来他一早起来给我准备好中午的饭，我中午我拿到这个工作上，哎，家的味道特别香。哎，主要是暖心呢。啊，他现在是也不起来给我做了，反正是。我问他，那是不起来嘛？你说以前伺候一个，伺候两个还好一点，现在是伺候三个，然后老大得上学，老二又不那什么，人家很多正常上班的不都是自己再买一口吃，不是很正常吗？行，那衣服呢？原来我功夫一天一脱，他马上就洗，不过夜就洗干净了，让我总有这干净衣服穿。现在是我放那儿往那儿一扔是，他是基本上堆成一堆再洗，有的时候我都没功夫穿，我从脏衣服里边挑干净的穿。那不是也是干了一天活累了，咱们攒两天一起那么省吃省水，我觉得也很正常呀。主要这个心理落差。那你不能帮我分担一些，你自己洗一下不行吗？我伺候你们三个还不够吗？那衣服这都小事儿啊，我大老爷们儿我可以不追究，我可以不说大事儿，说大事儿。最让我生气的，原来你看我这个行业特别需要人际关系，很多活需要朋友互相介绍。原来我朋友特别喜欢上我家。他一到我家了，他特别热情啊，又是什么茶、香烟呐、瓜子啊、水果准备好了。嗯，一到吃饭点呢，也不用我说，他就是厨房大盘小碟就干上了，手艺还不错。朋友都夸我，
娶个好媳妇儿啊。嗯，我心里脸上也有面儿呗。是。现在呢？现在反正是等于挣的少了嘛，收入你这个行业它不行了，它也不是我能决定的，我也继续努力的。对。所以说，因为这个。现在是咋的？我朋友上我们家来，你不用到吃饭点了，之前那个项目都没有了啊。吃饭点我去找我。茶水啊，瓜子啊。没有，不敢想了。后来之后我还得问他去，我说哎。媳妇儿，我说咱中午吃点啥，能不能帮给做点？哎呀，你带他们出去吃，想吃啥带他们吃点啥。我说那走吧，一块去吧。啊，不去，你给我整的我特别没面子啊。我就是不想去，因为什么呀？我感觉太铺张浪费了。你半个月、一个月就来一次这样的事儿。啊，家里本来收入就不多了，又得家里的吃穿住啊，孩子喜欢什么我还得买点什么，对不对？所以说你不能总这样啊，对不对？不是，那你们出去吃吧，把我这份也省了。哎，你有没有感觉就觉得你夫人最近变了？变了，或者生完老二以后变了？对，你就觉得她变了些什么？除了变了对你不好了，还有什么变化吗？长时间可能是脱离社会啊，不接触外界，脾气特别古怪。嗯，成天跟我俩吵啊。吵啥呢？就是因为点琐事。你看，比如说她爱干净嘛，我那个家哈，她恨不得一天擦八遍。你说那家里边没有灰尘，那还叫家吗？那台面那地一天总擦啊。回来你说他擦，我看着他腰疼。你说我心疼，我会想帮他吧。我说来，我媳妇来，我帮你了。那大老爷们儿，我那个活我也懒得干，就是糊弄事儿呗。那你干不好，我就不想让你干了啊。你看这个态度了，那一糊弄事儿，他过来给我找事儿来。你说给我气的。那我干点家务也是错了。你说你们都上班上班，上学上学，我又没有工作，我把家收拾干干净净的，给你们营造一个好的环境，我觉得这不是也是我的一个，哎呀，就是价值体现啊。对，就是这意思吧。他就闲不住，我就说他就闲不住。回来之后他腰疼，我挺心疼，我说带他上医院查查吧，也不去。嗯，不去咋办呢？我就给他整了一个那毛巾呢、啊，就是晚上热敷热敷，敷敷腰，敷腰也不对了，水凉了，水烫了，我说你自己整吧。那你不能揉一揉啊，捏一捏什么的，你就不能。这个老外都不懂装懂，我上网特意查查，那个腰不能揉，轻了重了哪块摁坏了，所以说，哎，最保守的办法就是拿热毛巾敷，也是缓解。对我的体贴就是少了，捏捏肩总行吧？那我捏了吗？那不是。今天来干嘛呢？我也不知道咋，怎么总吵呢？有事没事呢？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你说。其实我有时候也想了，我说，为啥抹眼泪？是抹眼泪了吗？嗯。宝，你说说，为啥抹眼泪啊？就是说我自己在家待了10年了，然后他对我的一个不理解吧。那他应该怎么理解你呢？是不是应该带你出去玩玩什么的呀？对，他也说过。去了吗？没去，是我不想去。为啥呀？浪费钱。对，就是浪费钱。哎，老二当时是为什么要老二啊？我们两个都挺喜欢孩子的。三胎放开了要老三吗？不要了，经济条件允许。你要不要？我要，经济条件允许啊。你是为了要老三，还是为了要儿子？你跟我说。要老三。说实话，真要老三，男孩女孩无所谓。这是他真实想法吗？是。那就行，那就行。老三还要吗？我不想要。要一个吧，要一个也就没事儿了。事儿会更多，我的10年经历已经够了。那为什么他给你找了一个工作你不去呢？害怕对吗？对。那你现在你自己什么打算？我需要一个过程。对，你自己什么打算？就是说现在我们老二也不是没上园嘛。没上园之后了。不是老二，反正迟早得上幼儿园。对呀，等着他上园。所以你迟早要面对社会啊。怎么办呀？要面对的时候会面对，只不过现在有一些心理压力，不想去，暂时不想去，就是这意思。应该不是。是不是应该去咱台那个非你莫属那节目，对吧？不应该来这儿，来错了。但是这事儿我们也管管。你觉得这男人还爱你吗？其实他对我挺好的，但是就是因为，也可能是因为我的10年的照顾孩子不出去，然后导致我就那，就是这种。你有危机感吗？没有。可以啊，不错啊，还是做的不够好啊，还是做的不够好。行了，够好没有危机感。钱呢？钱我现在没什么大钱了，说实话，因为我这行业不如原来了，不像原来轻松。那以前挣的那些钱呢？挣那些钱投资干又发展。你也有赔的时候啊，就是你也不能有钱呗。是。行了，听明白了。也赔过倒是。这个就是觉得特别温馨啊，结婚10年，婚姻出了一些状况，这个状况很多人说，哎，这跟爱情没有关系啊，其实恰恰它影响了情感。我们在这里面听到了很多夫妻之间
没有翻译的话，你简单的翻译很简单吗？小女儿不去幼儿园，是小女儿不想去吗？是妈妈不敢让小女儿去。小女儿去了，没有可以说理的地方了，对吧？没有挡箭牌了。让小女儿跟这个大姑娘住，老公说的，仅仅是因为说你溺爱吗？不是吧，是想要夫妻两个人自己的空间吧。所以你们有一些话你们可以直接说出来就好了。十年的夫妻彼此信任，一路走来经过了多难的事儿，我想想看，那么多难不都过来了吗？这看着看着二闺女儿快熬出头了，前面是曙光了，怎么妈妈要趴下了呢？嗯来吧，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的朋友也有全职太太，但我怎么觉得他们活得就这么有底气呢？哎，这个姑娘一看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她就委屈的又要哭了。我其实接下来要说的还真不是顺你的意，因为我身边的全职太太照顾孩子，但是她没有放弃自己。孩子学英语她跟着学，然后别人在学投资学理财她也跟着学，然后所以她老公敢把钱放到她那儿，而你老公不敢把钱放到你那儿。我也相信，虽然这个先生啊一直就说我手头没有钱啊，我现在挣的不多，我不相信这话。他挣的再不多也不止放到你那儿那两个生活费，但为啥他就不把钱放到你那儿呢？因为一次又一次的你投资失利了，是吧？就等于说把你们家过日子的这些积蓄都打水漂了。那你说他还敢把一次一次的再把大钱拿到你手边吗？这个姑娘其实你还很年轻啊，35岁，然后我们不否认你对家庭的所有的贡献，但是我觉得你特别可怜的一点在于什么？你没有发现其实你现在已经到了那种对着你的家人在发泄情绪的那种状态了吗？你就不给他洗衣服，就不给他做他爱吃的，他工友来了我就不给你做饭。为啥？是真的因为只是累了吗？是因为你就是想发发脾气。为啥呢？因为你心里憋着一股气儿。其实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都是有工作的人啊，我们每天比如说我们接触很多人，然后我们的这种心理的这种需求感可以从很多方面去获得，而你的心里的这种满足感从哪儿获取呢？就从这三个人身上，两个孩子一个老公，然后两个孩子你没办法，太小了，他们能干啥呀？你顶多是对小女儿，就是我搬个小板凳坐在她幼儿园守着她。老公是成年人啊，老公可以整治啊。我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我心里有火的时候，我对我的人生不满意的时候，我可以拿他出出气啊。硬的我不能跟他发脾气，我软的总要让他过得不舒服点。其实你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心理的怪圈，这个怪循环，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我很害怕你们家里四口人每个人都过得不开心，每个人都不幸福。姑娘刚才说到一句话的时候哽咽了，就说她怎么不懂我呢？其实我站在你的角度上，你老公确实很多方面就不懂你。你看他刚才这老公竟然拿出一条来说你看他一天家里要擦8遍，家里没有灰那叫家吗？可是你家有两个孩子呀，这小朋友哪儿不爬呀？那家里有点灰，那摸了之后直接就吃进肚子里了，那不注意卫生吗？擦一遍行了，总擦他腰疼。这是妈妈，我心疼他腰疼是吧？这个就是妈妈。然后你可以心疼他，但是你要肯定他的工作，他有很多方面他做的脱节于这个时代了，但是你要承认他的心是好的。他就在这儿觉得，哎呦，我任劳不任怨呀，我做了那么多，但是我老公没有给我一句肯定，还觉得我做的全是无用功。哪个女人心里都会心寒，所以你在这方面我觉得一定一定要注意，至少在这方面让他感觉到心里是空落落的，没有底儿。然后另外真的我最后跟这个女孩子说一句话，你真的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
从你对小女儿的教育，这暴露了你的教育短板，从你一次一次的这个就业和投资的失败，又暴露了你工作能力上的短板。我是觉得一个只有一个有能力的妈妈才能教育出好的孩子，如果你自己各种各种都是短板，将来孩子可能有样学样，学得跟你一样。所以真的，不论是现在找什么样的工作，还是出去接触什么样的社会，先让自己的短板一节一节地弥补上来，我觉得这样是对自己也是对孩子对这个家庭真正的负责任。别害怕了，其实走出去工作真的没有那么难，真的，我身边所有的姐妹都说，看孩子和工作我选工作，因为看孩子真的比工作要更辛苦多了，你还看俩，好吧。有的夫妻吵的是感情，有的夫妻吵的是输赢，还好你们到目前为止吵的是感情，我们能看得到你们之间这种夫妻生活感情之间的流动，能看得出来彼此对彼此的爱和那份担忧，是，还有心疼。但是我先说一下女生啊，就是有一点，你不要让全职妈妈这个职业变成全职保姆。如果你是全职妈妈，我们很尊重，然后也觉得这个职业真的是全世界最难的一个职业，不是所有人都能胜任的。但是如果你把自己的这份职业变成了全职保姆的话，意义就变了。你知道你现在其实所有的情绪是因为焦虑所导致的。你为什么焦虑？首先第一点，虽然说你是二胎的妈妈，但是其实你真正的亲力亲为的去带一个孩子是从老二开始的，对吧？老大刚才说了，跟我母亲的事，对，有婆婆帮忙，所以你现在是处于分离焦虑症的。我们都知道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哎呦天哪，我儿子第一天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在幼儿园哭一天，我在家哭一天，我太理解那个心情了，那个就是分离焦虑症，孩子有，妈妈也有，所以你要正常的去看待和面对这种的感情和这种情绪的抒发口，你就是所有事都拧巴到一起了。你为什么对老二如此的上心？是因为其实你在弥补对老大缺失陪伴的亏欠，因为你觉得在老大身上可能没有尽到那么多的责任和心，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因为陪着丈夫工作啊等等，又有婆婆帮忙，所以你可能忽略了很多，所以当有了老二之后就想极力弥补，极力弥补。当你付出越多的时候，你在孩子身上投入的心血越多的时候，你就越离不开他，尤其当妈的这个真的是陪的越多越离不开。所以你现在要放下你的焦虑。其次还有一点，就是你现在在家庭当中所处的位置，就是你觉得你是被忽视的，这边孩子要上幼儿园了离开你，那边你对家里所有的付出老公不认可，突然之间感觉对你全部都是否定的，你的这个情绪没有发泄口，所以你就堵在这儿，就变得越来越焦虑，然后看什么都不顺眼。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先让自己放松下来。老大你没有带，现在照样不是长得很好吗？老二就是因为你全部都亲手亲力亲为的去带，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你越是这样的把关注点全放在他的身上，其实反而是害了他，而且也失去了你全职妈妈的意义，你就变成全职保姆了。妈妈是什么？妈妈是家庭情绪的风向标，保证一个开心和积极向上阳光这样的一个情绪给到孩子，每天都是开心的，那这个家的氛围就是开心的。你要是每天是有各种怨气和情绪憋在心里，看老公不顺眼，看孩子也不行，怎么着都不行，那孩子每天也是紧张的，所以你的工作就变成了真的是伺候他们一儿仨吃喝拉撒了，你就失去了妈妈的这个意义。跟丈夫说的就是，能看得出来你是宠他的，是疼他的，是爱他的，但是这个时候他是最需要你支持他的。他一个人在带两个孩子的过程当中，他也是在学习和进步的。当你觉得他的方式不对的时候，请你不要直接去否定，先肯定他对的部分，然后再慢慢地告诉他不对的部分在哪里。一上来一刀切，你这样就不对，之前那孩子他也没带过，这个相当于他自己亲手带的第一个孩子，他肯定会上心。你觉得老大的过渡那么顺利，是因为你俩都没操心，你俩没看见那孩子的成长，
妈妈帮了太多的忙了。当你们真的两个人去管这一个孩子，才发现，哎呀，不行，离不开这孩子。但是在第二个孩子过程当中，你同样是也没参与的，所以你没有办法能完全理解他，所以你会突然觉得在家里面没地位了。你说，哎呀，怎么变了？我没地位了。那是因为在老大的时候，他没有参与到老大的成长过程当中，他还以你为中心呢。有了老二，他当然重心就要放在孩子身上了，所以你此时是他的战友、同盟军，你应该给他更多的支持和理解，让他不要再焦虑，这样才能有一个良性的循环嘛，对吧？好，就说这么多，谢谢。我首先是挺想肯定一下你们两个的，我还是看到了很多温暖和你们之间的爱。就当丈夫说，哎呀，我给他那个腰上敷热毛巾，不是看了这个网上说了吗，按摩不行，我心疼他。然后女生这个擦着眼泪说，哎呦，我老公不理解我。我觉得你们是相爱的，我觉得是有温暖的，但我真的也有一点点心酸还有心疼。就是可能到了30多岁的年龄，一对小夫妻慢慢走入了中年，但是日子没有像以前想象那样越来越经济上更富裕，孩子更省心，你们二位的事业，你们二位的眼界像曾经想的那样越来越好。有压力，有，老公生意没有以前景气了，经济条件没有以前好了，银根也收紧了，也不放心把钱都交给你了，因为钱不多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真的困难来的时候该怎么面对的问题。所以你们先不要太沮丧，不要哭哭啼啼的，我觉得只要我们找到合适的方法，心连着心，日子一定能过下去，而且能过得好起来，甚至过得更加的幸福。首先男生，我想说，因为在这个特殊时期，你确实不如以前收入多了，对吗？你焦虑，你的妻子更焦虑，因为钱从来不是他赚的。所以在这个时刻，你可能曾经经历的多一点，你见到的人情世故更丰富一些，你理应在这个时刻更有担当一点。所以对你妻子的态度就是要多鼓励多支持，她擦八遍地你更多的应该是表扬，她本来就焦虑你还说她，你擦那么多地干嘛呀，你有这功夫能不能干点正事儿？但她更受不了，她心疼孩子搬个小板凳，你得说我老婆真不容易，你这么的操心为孩子，先鼓励再去寻找更好的方法。在这个阶段，她听到的只能是你的负面和情绪，她就更垮了。你不要忘了，你们当初结婚，你做的生活规划就是你主外他主内，他做全职太太全职妈妈。你现在说，哎呀不行，你和世界脱轨了，你要去外边上班，固然这个是对的，但是这话不是你说的，他觉得你嫌弃我了，你什么意思呀？不是说好了你在外边工作，我在家照顾孩子，你催我去上班是嫌我吗？所以你要去努力改进的是你的方式方法，多鼓励多支持，同时你也要让自己赶紧更加振奋起来。你自己现在生意没有那么好，你能不能再去想想其他的方式让你的生活更积极阳光，他看到了你的乐观和担当，他也就放松了。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其他选择啊，我虽然经常跟人说读书运动这个会让我们生活更阳光积极，但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方式，我希望你有自己更好的安排。全职妈妈我觉得真的是太难，我完全没有勇气去做，但是有些全职妈妈，她们和这个世界的链接从来没有断过，你断掉了，不一定我们必须去做一个全职的工作状态的人，也不是说我们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做工作就是最完美的组合，而是我们始终不能让自我沦陷。你从嫁给他你就把自己放弃了，你没发现吗？你去寻找能让自我充盈的东西，除了家庭琐事，你找到自我之后，你自然就没有那么慌张了。孩子不能给你一生的安稳，能让自己安稳的只有自己。谢谢。洪先生，你想要第三胎是吗？经济允许了要。你觉得这个想法现实吗？你要考虑一下。一方面呢喊着要三胎，一方面呢又想让妻子出去工作，所以我听起来稍稍有点感觉，不知道你们的方向到底是什么。你们一上来就因为孩子问题包括教育问题去争执，明明相爱的两个人但是过得并不愉快，所以妻子很多的东西都是消极抵抗。很简单，就两个字儿：认可。你缺这两个字儿，
所以妻子就不开心了。那么好，如果生了第三胎，那意味着你原来钱就不够了。刚才你已经担心你的地位不保了，你同样赚那么多的钱，如果有第三胎，那你的钱相比较就更少了，你就更没有地位。所以你在心里面也觉得，哎呦，妻子咋对我这样了？实际上，其实跟钱多少没有关系，只是你在钱少的时候你自己心亏了，好像妻子不对自己那样了。另外一个，你不认可他，他也不开心，所以呢，他也不舒服，那么做起来也稍稍的缺乏热情。如果有了第三胎，好，你就得忙着赚更多的钱，也有可能去最远的地方，一年回来一趟，那么妻子将会更忙，那两个孩子你还得要管呢。所以你们两个之间如果那样下的话，越来越远了，那你们的争执我可以想象一下，就更麻烦。妻子是回归社会啊，还是生不生第三胎，其实最主要的是你的一份鼓励，他才有动力走向社会。但某种程度来讲，你就不要再要第三胎了，这是我个人建议。回归爱人世界，你家的第三胎在那儿呢，好好过日子，回归两人的生活，然后把那两个孩子教育好，这才是真正的生活，享受当下，好好生活。十年的婚姻过去都是靠运气撑的，今天开始需要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了，对吧？过去买卖也好做，对吧？这个老大也有婆婆给带着，确实我们享受了太多的运气，现在都在变鬼啊，光靠运气不行了，所以你先慌了吧。因为过去这个家庭的主轴是你，所以解决这个家庭的所有问题主轴还在你。今天看起来是说他，其实我觉得你们家真恐慌的是你，也不是妻子啊，真焦虑的是你，也不是他呀，他没有什么焦虑，妻子没有什么，就是找自我。还有一个词儿挺关键的，光有自我没有价值等于零，有自我有什么用啊，得有自我价值，你的价值在哪？他过去的买卖里有你的帮助啊，虽然看起来就是招呼点茶水，做一两个菜，但是那也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啊。琢磨琢磨，找找自己的价值，你是有价值的。注意他说那个话哦，因为钱挣的少了，所以我没有地位了。你不是这样的人吧？不是。所以给他爱，好，远比你做其他的事儿更重要。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听老师说了那么多，我感觉我确实失去自我了，我也应该改一改。都互相理解一下。老夫老妻改啥呀？反正原来是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就是说压力太大了。忽然之间这几年就压力都变得，孩子也大了，生意突然间不好了，压力突然大了，反正对你有所忽视吧。老夫老妻你不用改，我改，咱俩还得携手走完下半生呢。听主持人的，都互相理解一下，我会改很多的，以后好好辅佐你。但是有一样，孩子必须上幼儿园。好，我努力。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请回，谢谢。来，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来，接下来我们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这个还真是，你发现有爱能挡好多风雨，爱不是万能的，但是在一段婚姻关系当中，没有爱是万万不能的。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他干什么都没个准儿，我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很多时候我都是不得已，但在他眼里我就是骗他。他就只知道给我画饼，我觉得他根本没想和我有以后。我真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他，可他却这么想我，不理解我。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宋25岁，来自黑龙江，销售，有请。
小郭24岁，来自山东萧寿，有请。谈两年了、嗯、想娶人家吧？想。真想假想啊？我是真想。感觉到了吗？没有感觉到。所以这才有了今天来这儿嘛。是觉得这个男生总是在说而不做，对吧？对。从哪些方面你觉得他总是在说而没有具体的做？工作、生活以及谈婚论嫁上都是说而不做，不管小事大事。你是全面否定你的男朋友了？啊，对。啊，是一单位吗？刚开始一个单位，现在不是一个单位了。哦，来说说吧，工作上他是怎样不做的？我们两个是在电子公司认识的。嗯。刚认识的时候觉得这个男生非常体贴，然后非常的幽默，非常的稳重成熟。一个月之后就在一起了。啊。后来他说，哎，在这边赚的又少，时间长，我不想让你熬夜，要不咱离职吧。哎，我挺信任他的，他对我也那么好，那就离职吧。尤其是他说了一句话，离职之后我会帮你找份好的工作，你不用再熬夜伤身体了，我也会找一个好的，你相信我。嗯。就当时信誓旦旦的这么拍着胸脯说相信我。嗯。结果根本就没有找到。那我说的也没错，在那个地方干活熬夜，你天天干到那个凌晨3、4点的时候，你不难受吗？再一个，你在那干活你都胖多好了，你原先90斤，现在110了。但是你并没有给我找呀，我没看到你帮我找任何工作，没有看你投我任何简历。我是真的给你找了，但是我找的时候你非得你看的时候吗？那咱俩24小时在一起吗？那你看什么公司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来面试了，给我投简历了，让我你给我投了，我从没见过你，我也没看你动电脑，我也没看你给我投我的简历。就因为这样压力很大。嗯。我只能自己去找一份工作。嗯。找了一份销售工作。嗯。当时我说要不你和我一块干吧，咱这样的话咱俩那生活上还能好一点。嗯。结果呢，啊，我有自己的想法，你先不用管我了，我能找到好工作的。嗯。后来呢？后来没有找到。我咋没找到呢？虽然说不是什么正式工作，但是我找一个外卖的兼职啊，至少能补贴点家用啊。你别提那么兼职了，你越提我也生气了。为啥？他是干了一个月吧，然后就离职了。后来我从他那个手机不是有个 APP 吗？啊。上面我看那个骑手信息啊，你上面哈，基本上全是差评。差评你知道人怎么说的吗？打电话啊，我问你什么时候到，你说还有1分钟，结果10分钟，耽误了我吃饭时间。是啊，我那天我是起得慢点，因为我是怕危险，就我们那个站点我都已经看到4个说是被车撞的那个腿都那啥了。不，你这说的是什么？哪个城市的外卖是这样的？跟你说这活没人敢干了，你这属于造谣你知道吗？行吧行吧。所以说我骑的不能说很慢，但是没有他们快。另外就是中午的时候一下子来单子来得很猛，我就有点整不过来了。听明白了，女生其实要表述的就是能力欠缺嘛，对吧？这不接着我也很着急，他说他也着急。嗯。人家说啊，那我还是干份稳定的吧。然后他说他朋友在那干直播，都去干主播。谁干主播？他。然后他那次和老板打电话，我在旁边听到说，啊，您放心，一个月我肯定能达到50000粉丝，然后日观看量能达到1000以上。结果一个月下来，还不到1000粉丝。老板也是就是非常无语了，说你看给我画饼了，就把他辞退了。不是，其实对于一个新人来讲啊，一个月你能到达970多个粉丝，我感觉也还算可以了。我感觉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但是你没告诉老板你是新人呀，你现在不得包装自己？如果你不包装自己，谁要你啊？现在你包装有点过度了吧？而且如果是你不这么包装自己，你也不会被辞退，就因为老板对你期望特别大。所以我听明白了，女生认为自己的男朋友在工作上不踏实，对吧？行吧，那就说说生活上怎么样吧，就说情感吧，你们俩怎么样？在干那个直播的时候，他说我马上干直播了，你相信我，到时候咱租个大房子。结果当时当月他被老板辞退了，又失业了。失业在家呢，房租还是我交的，我压力很大很大，天天吵架。我也不是一分钱房租没交吧？我当时我干外卖还有做主播的钱我不都给你吗？当时我也跟你说我所有的钱全都给你。到时候你快别提那600块钱了，你可别砸死我，我谢谢您哈。你只要别给我惹事就行了。这怎么还惹事了呢？那一次我公司嘛让做表格，我在做表格的时候正好喝牛奶，然后我撒到电脑上了，坏了。他在旁边说你放心我给你修，然后我说就3天哈，你要不今晚或者明天你尽快吧，你别太晚了。他说你放心我修不了，你爱怎么处理我怎么处理我。也是3天过去了，各种理由，
没有休。说句实话，其实这几个事都是赶巧的。我和我朋友也不错，我寻思晚上让他上咱家取了嘛，不是啊？结果他晚上也没来，他没有时间。我说这么晚了，第二天我给你送过去吧。我第二天不就有点事就忘了吗？所以生活里面的巧合太多啊，就不是偶然，那他一定是个必然。难怪这姑娘这么想，你小子怎么这么不靠谱啊？你踏实点，务实点不好吗？你说姑娘，你说就是认识两年了吧，我觉得应该就可以到谈婚论嫁那种地步了。我就想你见见我父母吧，见父母的时候在饭桌上说，叔叔阿姨啊，要不咱去三亚旅游吧，然后在饭桌上看机票又是什么酒店。他特意说了两遍，啊，你们这个月不要安排任何事情了，过两天哈就带你们去出去玩。然后我父母等了一个月吧，也是没有着落。我父母就和我说，你还是别和他相处了，我感觉这小伙儿嘴把式呢。过年那功夫谁能说想出去旅游就出去旅游啊？去年过年我一开始还想帮你说话，你说了这个话我心哇凉哇凉的。我就问你，你有钱能带他们家 一家人去海南旅游吗？你先别说去年怎么回事，你先告诉我你有没有那个钱和经济实力带人家去。去年过年的时候我有啊，真的有啊。多少钱？四五千块钱。四个人去趟海南，从山东去海南，四五千块钱能去？还干嘛了？我说见他的父母，他说啊我父母忙，然后又说我觉得不想让你受苦，你还得而且还得请假，不好请假，要不我还是让我父母来找咱们吧，正好咱看一看那个山东这边，到现在也有半年多了，还是没信儿。咱说的是实话，你请假你都请不下来。不是你父母呢？我父母在家挺忙的，我先找个他们闲的时候，我让他们来这儿。今年十一五一两个大假了。我父母不是说那个在家面干什么公司工作之类的啊，就他们是干些农活之类的。对啊，农活农闲的时候也过了呀。五月一十月一的时候我俩也在工作。哎呀，理由各种各样的理由。他现在收入怎么样？不好，我有点是不行了。但是我现在已经找个工作了，我不是说没有工作，现在下一个月我能给你拿到钱，钱全给你。我不相信他了。为啥？好多事了，他之前都是说我喜欢这个工作，我能坚持下去，结果又是被辞退，又是自己离职的，我不敢再相信他了。那你现在有工作吗？我耗不起我的青春。有工作。啥工作呀？保险销售。一个月多少钱？基本工资2500。他还没发呢，他才干了一个月，之前都是换过来换过去，这才刚刚找了这个活嘛，还说现在有工作，我真的不信他了。听明白了、谁知道下个月怎么样？就是过去的两年之间就基本没有什么工作，现在他说他找了一个基本工资2500的。姑娘不信了，那这还结啥婚呢？先挣点钱再结婚吧，要不然咋养老婆呀？咋养自己呀？未来再要个娃可咋整啊？之前还和我说要什么风光的娶你啊，啊，又是说哎，我一定会买车买房，我有车有房了才能娶你，你父母才会满意啊。但他现在工作接二连三的换，一点都不靠谱，我觉得。是不是在吹牛啊，兄弟？爹妈日子过得好吗？还算可以。过得去，还算可以和过得去俩词儿了啊。父母知道这姑娘的事儿吗？知道。家里人什么意见什么态度啊？反正看我呗。你今天就应该说点实话，给大家听段采访吧。喂，你好，我是天津卫视爱情保卫战的编导。您知道他现在有女朋友吗？哦，知道啊，跟我提过，而且说那女孩特别好。那您对他们这段感情有什么看法吗？我没有太多的干涉他们，因为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只要他们高兴就行，他们高兴我们就高兴。而且他之前也跟我说了他们快回来了，我也特别盼望他们回来。那之前不是说要接您来潍坊这边吗？没有，他们一直在说是他们马上就要回东北，而且我也特别希望他们早点回来，想看看我儿子口里边说的特别好的姑娘，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也特别想见到她。你都又骗我，到底回东北还是回山东？真是服了。不是，那你跟你父母在那儿撒什么谎呢？是什么就是什么呀。哎，这个为什么还坚持跟他谈了两年多呢？他说实话就是怎么说呢，外在上我还挺喜欢的，那种比较可爱，比较可爱的那种。我挺喜欢的啊，就是有时候啊体贴的时候也挺体贴的，就是这个说话着哈，这个不着边儿。假如这个男人以后就一事无成了，就要吃你的用你的靠着你，
但是他能哄你开心，你还愿意跟他好吗，姑娘？我绝对不会的，天天的就是也没有工资的，怎么养我？所以你要的是一个能干的男人，对吗？对，就是能干的，对我也好的。你是吗，小子？我可以努力。哎，行了，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咱们是老乡，我特别了解山东姑娘的择偶的需求。她往往不是说我找一个女婿要大富大贵啊，要多帅，不是这样的。起码说我这女婿，咱最低标准，第一真诚。他可以不说好听的话，但是他起码说实话。第二，这人踏实。他可以没太大的本事，但是他能有一份事儿，踏踏实实的干。第三，自立，就是他挣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起码这小伙子他能养活自己吧。真诚、踏实、自立，你觉得他哪一条能做到？他就现在这种状况，你还敢跟他谈婚论嫁，我觉得你特别勇敢，姑娘。这个男孩你要跟你妈说他的真实情况，你妈能同意你嫁给他吗？而且我特别怀疑，就是你真的跟你妈说清楚这小伙子是啥样了吗？你这是在找老公，找老公过日子，是两个人在一起要担起未来，他担得起来吗？他就是好高骛远，干一份工作不超过俩月，然后再换一份。然后你看他干的所有的，比如说送外卖也好，做直播也好，做这些其实都是不需要固定的时间，不需要被固定的捆绑，然后又可以让自己感觉到有梦想，感觉到自己可以突然之间就飞升了，提升了，啊，有可能那种一夜暴富，他的所有的心思都在这方面，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他可能真的是说我未来可以挣到很多钱，我未来可以有车有房，这些是很真诚的，他内心当中对自己的定位就是这样，虽然可能跟现实不符合，嗯。所以这小伙他的脚真的不在地上，对这种小伙子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赶紧放手吧，找老公是过一辈子的，好吧。他住在你那儿多长时间没交过房租啊？半年多，将近一年了。对啊，你这白吃白喝白拿呀，还骗一女朋友跟人说要结婚啊，完全是寄生式的爱情。你画饼的目的不是为了你们两个人关系更长久，而是你能依赖他时间更长一点，这样的在一起的两个人，请问你说爱我我还能信吗？自己都养不活的一个人谈何爱情，都没有能力立足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谈何爱情。你现在真的不应该是谈恋爱的阶段，你应该现在真的踏踏实实想想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哪里。所以现在你真的应该好好的跟他说分手，好好的谢谢人家，你要真的欠人家钱把该还的还了，咱们堂堂正正做个男人，顶天立地做个男人，自己靠自己的本事能挣多少钱吃多少钱的饭，这样你才有资格去谈爱情，懂了吗？谢谢。如果这个女生愿意一直这么所谓的养着你啊，但是会有抱怨会有指责，你愿意一直跟着她吗？愿意，愿意是吗？如果有一天这个女生离开你，你会不加任何的思索同意？我没对你好，我走。如果我再过两年还是这样的话，她该走就走，真的。你听着了吧？她到现在还在说，你愿意跟她分手，她都依然会用好话套着你，再给我点时间，我再努力。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女生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因为最开始我俩在那个电子公司碰到的，做的也挺贱，我直接问你吧，是不是挺能干的？对，家里家外都能干。对，你觉得他有本事赚钱？对，还能对你好？对。其实我跟他去做这番问答是想告诉女生，他不光是嘴甜骗你，其实他对你从头到尾也没有什么喜欢，他就是觉得你好骗呀。这个骗倒不一定说是特别严重的，说骗你的钱或者骗什么，但是你傻呀，几句好话你就跟他跑了，工作也不要了，这么就养了他两年。我估计别的女生遇到这样的男孩，
说话不靠谱，人懒嘴甜，早跑了。你怎么能跟他好了两年呢？你是要反省的，女生。我真的是担心你以后的人生路上会吃亏。我们真得脚踏实地一点去生活，不能活在幻想中。你觉得一个长得还算可以，对你甜言蜜语的人，就可以接受他对你所谓的好吗？你就可以付出你的一切吗？那你不是自己骗自己吗？因为我看不到他对你的爱情。如果这只是一个不靠谱、嘴上说话没把门的吹牛、不上进的男生，但他爱你，对你好，照顾你，体贴你，我可能都想想，哎呀，要不要再试一试，给他个机会？但他不是啊，他对你没有爱。所以我请你清醒一点，以后再有机会遇到一个男生，真的看他的好，不是看嘴，看他为你做什么，好不好？男生我就不多说你了啊，你如果想以后的人生还能活出点人样，请你自强自立，勤快一点，好好努力吧。你觉得周边的人对你公平吗？公平。那你说大话骗人家，你觉得对人家公平吗？不公平。不公平。你有没有想过说大话其实你想掩盖什么？包括连父母都骗，其实我想你把自己也骗了。你甚至相信你这么说有可能会实现。我提醒一下你啊，有没有觉得好像不断的换工作，最终也没有达成自己的目的，感没感觉到自己好像没有能力、无力、无助感，也担心别人对你的眼神不好看，对不对？对。所以如果这么说的话，我倒觉得小伙子你还有救。有救的意思是你还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说大话也不过是走捷径，想通过不努力的方式得到不该你得到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要好好的反省一下。你的人生路还长，不要把自己真的活成大家眼中的骗子，去伤害别人，最终一定是自己伤痕累累。离开你的不仅仅是各个工作、老板，包括女朋友，最后你一无是处，什么都得从你身边丢掉。没关系，意识到这个问题，那叫觉察反省。未来路很长，希望你走好。人之所以能被骗，是因为贪婪啊。能被骗的人都是贪和想走捷径的人，因此在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你们俩是一模一样的人呢。女生你也别觉得委屈嘛，他能骗你仨月，能骗你两年，这是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不信吗？但是你又渴望着他真的变成他说的那样。所以在爱情里面很奇妙啊，如果你们是谈恋爱，就是爱情，那他就是最纯真的，他可以跨越一切。你是可以爱上一个穷小子，爱上一个穷光蛋，对吧？都没问题。但是你那个回答非常要命啊！我说，如果就是一个小子，他很穷，什么都没有，可是他能给你带来快乐，你要嫁吗？你答不会。那么显然，你现在的关注度并不在纯粹的情感里，你是要一段婚姻的，那就找你的结婚对象去吧，好吗？踏踏实实的做人。记住，一个人真爱你，不因为其他外在的东西，而是你能给他带来心动的感受。不要再拿这个我能干嘛能干嘛做承诺。加油吧，那么年轻，好吧？该跟人说对不起说对不起，该走就走，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你，跟你爸妈说的那些事儿我一定会做到，就包括我让我爹妈来我一定会来，我是真的很喜欢很喜欢你。我说的那些话都是为了把那些设定成一个我自己的目标，我向这个目标奋斗，我想给你更好的生活。当时我也是喜欢你才和你在一起的，但是后来你这不是两个月两年了，你说的车房子以及最基本的工作都没有，你何谈去娶我，何谈去提更多的理想呢？我真的，我感觉我的青春已经耗不起了。
两年了。到最后还这样呢，谢谢两位请回吧。苏老师，你预测一下吧，你们山东这傻姑娘还出来吗？我觉得不能再出来了吧。不是，后台我觉得她那个60秒的时候还在那犹犹豫豫。要是今天这她还能出来的话，那简直就是人间悲剧了。所以您的预测是？她肯定不能再出来了。女生不出，对，男生出。男生肯定还要再试试。哦，莎娜老师，我跟苏老师预测一样，女生不出来。她要是再出来，她就是活该了。她走了这一步，真是活该了。好。来，严老师，女生不会出来，因为她还挺现实的，她要的不是这些，男生肯定还出来。于老师，希望也是预测，女方不应该出来，那男方应该还很固执，还想再试试，或者是再想怎么样？行吧，四位老师统一意见了啊，男出女不出，对吧？可千万别打脸，请开门。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呢，他有男朋友，闹了一整年，分手了。我